哇，这个，哎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哦，就是这个花旗的 MJ 活动，我真的觉得有够难揪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几乎都没有人参加。我这个活动，这个文章我写了一个礼拜，目前只有一个人跟我这一团，所以是因为大家都有这个花旗信用卡吗？如果你有花旗信用卡的话，就是赶快跟我分享一下，就是你们都已经有了吗？还是说，其实因为花旗卡它现在已经变得这么烂了，所以你们都不想要办这样子？那个也是最近才开始的活动，对啊，这个红没错，已上车办 JCB 拿950，对，还不错哈、哦。这个永丰的这个刷卡，这个还不错哈、哦。这个新护理的部分，那这个见者有份的部分呢，我真的觉得花旗他是很敢，就是撒大钱，因为送一台 iPad，这个 iPad 的部分至少要就是10900元嘛。但问题是你要找12个人，12个完全没有办过花旗卡的人，真的是还蛮困难的哦。所以这个部分就变成说。其实，就算我用 MGN 的活动下去，诱使大家来就是跟团，其实也很难诶。对啊，这个花旗的部分，我真的觉得就是非常的困难。那如果您是花旗新户，但是又想要拿一点好康的部分，那也是可以考虑从我这边办卡。对，但是这个就是，哎，推不起来，我也没办法。对啊。